哪里？水要生理。喝红酒。红酒。大家脚酸不酸？非常酸。各位打招呼哦，耶！嗨，还有谁在那里？还有我，有我有录到，等一下。我要去那个。你看我的画面，真是太美了。等他过来，值得了。我真的昨天走这一趟，嗨，感想如何？我马上跟莉莉亚断绝没有关系。下一位，那你们的下一座山在哪？就跟着你们走。小山还大山都可以啊。嘉明，哎呦哎呦，嘉明小山，玉山可以考虑一下。小山就在小山，绝交。那你的下一座山在哪里？下一座山，玉山不错。玉山队友如何？好，队友很棒啊。没有超棒，那你的下一座山打算去哪里？嘉明湖或者是嘉罗湖，难度高一点点。都是硬的，都是硬的哦。啊，谁要跟？有人要去吗？有人要跟吗？考虑一下。队友表现得如何？非常棒，非常棒哦。那你推荐我们搭下一座山要去哪里？下一座象山吗？嘉明湖和雪山都可以。雪山，雪山好像不错哈。雪山，我想，谢谢。